想搭游轮环游世界吗？挪威游轮公司推出了一个世界最长航程的游轮之旅，8月31号已经从伦敦起航，旅程将会持续245天，途中穿越6大洲、51个国家，还有111个港口。如果能够顺利的在明年的5月份回到伦敦，就会正式的成为全世界航程时间最长的游轮之旅，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。不过这趟游轮之旅要价不便宜，每个人呢是要价92,000美元，相当于是台币300万元。